我妈好像快到了。佳玉，等一下。嗯。我这样头发会不会很乱？不会啦，很可爱。那我应该要叫伯母还是叫阿姨？你放轻松好不好？干嘛那么紧张？妈。哎，儿子。进来。阿姨好。终于见到你本人啦。这是什么？你爱吃的泡芙。谢谢妈，我帮你拿。谢谢。到了。那阿姨，菜味道还可以吗？很好吃哎，也煮得很棒哦。你家阿宇啊，可以交到你这个女朋友，太棒了。阿姨过奖了啦，那你吃点年糕。哦，好。妈，我们来收就好了。阿姨给我就可以了。来，没关系，我收就好了。你怎么那么辛苦？去那边休息。好吧。去。好了，谢谢妈。好，谢谢阿姨。阿姨。谢谢妈。事情想跟你说，你说，我们去房间说。干嘛啊？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妈妈好像有一点怪怪的。什么？没有吧？你太紧张了。阿姨，吃水果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看，送水果而已啊。可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还好吧。干嘛啊？自拍。没有啊。可是我刚刚看到了。走出去就又返回来哎，没有啊，怪怪的，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那么主动？受不了了啦！怎么了啦？我要回家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干嘛啦？儿子喜欢吃什么，我就喜欢吃什么。那应该蛮好捉摸的。我都吃掉。我就想跟你说。